言比较有自信一点。老公这么好看，为什么会没有自信？不知道，就是拍那个 vlog 的时候，因为就是用原相机拍的，然后因为原相机拍视频比较少，谢谢早早的送一扇新窗，然后我就是当时拍那个 vlog， 我会想说，发出来大家会不会觉得我这个照片就会觉得我很丑？不会，咱就是说非常好看。小程弟是谁呀？先不连了。喜欢看这种日常啊？真的吗？我还想着会不会剪得太长了，因为那个当时剪完有14分钟，然后我想说要不要再缩一下，缩到10分钟以内。马赛克严实，马赛克，我就打了那么浓的马赛克，抖音这个还是给我封掉了。我就想说这个抖音真的是有点过分了，所以说还是 B 站比较好一点，就是发怎么样都不会被封。其实我最近也还在拍另一个 vlog， 就是我们去逛书店的一个 vlog， 然后这几天发出来。但是想先看护肤合集，还是想看逛书店的 vlog？ 逛书店我们拍的素材够吗？嘴巴总不好，我觉得它在变好了已经。哎，你有揪？那个不要碰到，我给你涂。我戴个口罩，不让你们看到我的嘴巴。我给你涂。你不要揪了啊。因为都被封了，对啊，然后我就想着算了吧，我最近就是乖一点，太短不够看。可是剪 vlog 真的还蛮耗时间的，可能主要是因为手机性能的问题吧，就是我手机导出那个 vlog 就要导出半天，可能用电脑会快一点啊，就用手机真的很难搞，因为你的手机这个性能有限，它处理这种长视频的话，它就比较耗时。书店的 vlog， 书店 vlog 其实素材拍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逛书店可能剪出来更短的，因为我的书店的素材可能都没个几分钟，然后就在想要不要把书店的 vlog 跟别的 vlog 剪到一起去。我不太会用 PR， 电脑上就用 PR 剪嘛 ，PR 我觉得有点难。李佳华连，我们连一下吧。Hello， 耶、yeah, ！我今天感觉，耶、yeah, ！谢月。今天感觉什么？玩局部可以。我说今天感觉自己很孤独，因为一连看到对面是两个。那你出去吧，我跟他打。没事，来吧。啊？怎么玩？都行。你最近玩什么好玩的吗？你们输了。这样子吧，你们公主抱深蹲有给你跳那个猫爪舞吧，就是那个一起逆散阿里嘎多那个。好，那我等一下要跟着视频学一下，我不太行。好，那我们重连一下。行，帮我闭麦咯。好，那我也闭麦咯。我最近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惩罚了，因为我最近就是想让别人跳别的舞，我感觉都会被封。我想了一下，就这个舞比较安全一点。小了。开播多久了？我今天刚开，因为我今天刚吃完饭。就是今天我们朋友准备搬来杭州了，然后我们一起吃了个饭，然后所以说我今天我不一定可以播，因为我今天就是回家可能会比较晚，但是没想到我们今天吃完饭吃的挺快的，就10点钟就到家了。我想说那我还是播一下吧，因为我平时上播也是这个点。没有想说我就播一下好了。他刚上完厕所可臭了。我输，我这把赢了，我给他吸两个草莓。他现在可臭了，身上真的啊。我就是想看别人，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关注的主播都没有跳那个舞的。我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关注主播都是最近都是很好像很流行拍那个就是嗓喝水的那个就是露喉结的那个。完了，你不提这个他们想不起来，你一提他们想起来。已经有人艾特我了，已经有人艾特我让我拍这个了。是我的猫爪舞，他们想起这个来了。
然后我就想说，明明这个猫抓我更可爱啊，为什么大家都不拍这个呀？来，家人们，我给你们跳一个。小四郎一脸嫌弃，小四郎想说，有事吗？这位佳丽，你配那个音乐，你喊，你说，你唱一起逆散，阿里嘎多。喝水的，喝水的，我有点害怕呀，家人。小次郎被捕，小次郎的猫显好了。我跟大家讲，我最近就是发现它为什么会头秃了。我最近研究出来，我找了医院问了，就是这个猫啊，就是这个德文，它有两个血线，一个血线叫美血，一个血线叫欧血，就是美国的血线跟欧洲的血线。美国的血线呢，就是不会秃，但是它的耳朵会比较小一点。然后因欧洲的血线它就会秃，但是它耳朵比较大一点，就是它这个跟血统有关系。对，是我最近就是问那个宠物店的就问出来的，就我们这个属于欧洲的血线，所以它就是秃的。对，它可能长大了也是这么秃，没办法。对，我明天我就准备直播过生日，明天就是明天大播一下，今天浅播一下。今天谢谢蓝天，谢谢蓝天的窗帘。他就是血统的问题，所以我已经放弃了。我之前还想说，我要不要带他去看看医生，为什么这么秃？后来我知道他的血统就是注定了他秃头的基因之后，我就说算了，秃就秃吧。明天几点播？明天我争取9点播，好吗？那你要从9点播到12点？哦，对哦，我要从9点播到12点，9、10、11、12，太久，那就10点播吧。还是10点播、啊？明天9点半播、啊？明天？因为他12号过生日，他要播到0点。别画了，我哪里有画饼啊？我每次都说，我今天本来说不直播，我都播了，你们还说我画饼，我这喷的冷静一下。现在困的要死，还给你们直播一下。为什么感觉你这么白，我懂你了？因为你黢黑。他昨天学会了一个东北话，我学会了一个东北话叫黢黑，嗯，哦，不是叫鲜嫩，鲜亮，鲜亮，鲜亮，嗯。我10点必播，我明天。今天直播到几点？今天直播到12点吧，好吗？谢谢关注。我们还有50秒，我们众筹一下，打赢一下姐夫，我们从来没有赢过他。因为昨天而且我最近都是连输，我们能不能赢一把，家人？我们最后20秒运筹帷幄一下。现在输的话，要是输，实在要输的话，倒也没关系，大家可以让他生日那天就是一场都不输。我生日不准备 PK 了，生日那天我明天生日沉浸式直播。还有25秒。昨天小次郎偷偷吃我们剩的那个水果，然后我闻了他鼻子，我说：“哎，你鼻子真鲜亮。”真鲜亮，是有水果吗？谢谢无语姐姐的冰雪王座，我们还有13秒，我们运筹一下。他就学会了。谢谢蓝天，他们上票了，家人。还有5秒钟。谢谢跑车，我们又输了，我们最近就是很容易输。谢谢无语，谢谢袁，谢谢蓝天，谢谢 Daydream， 谢谢他是造物狂男慈禧酒，谢谢云影珠，谢谢韩，谢谢小慧啊，谢谢 Omiro， 谢谢往事随风飘，谢谢大家。嗨，天，谢谢球，谢谢朱咪，谢谢三。我来吸了。房间刘海可丑，第一对还是两个？一个。你想干嘛？你想夹带私货？可以。哎，吸得很好哎，吸得很圆润，吸得像个饼。你为什么？他为什么吸一下你？感觉你整个脖子皮肤就很容易红。对，我就是那种敏感的皮肤，稍微一下一碰就红了。嗯，挺好的。那可以。他的呢？他还要有吗？那我吸一个。对啊，不是一人一个吗？我说的。丫头还不如不加，我等下去加工一下就好看了，就加工一下。有吗？有，但是我吸的比较长，你看一下。但是，可以，它比较黢黑，看不太清。
行，那你们先玩，你们先玩。好，那我先走喽，拜拜。好，拜拜。小芬，不行了，小芬说你们干嘛呀？小桑天天偷看我们吃饭，小桑天天偷看，他已经习惯了，他已经是个成熟的公猫了。他窥视他爸妈的 X 的生活。我们等一下嘛，我们等一下连别人。我们今天开局不利，今天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士气。我们调整一下士气。我最近都没有赢过，这太夸张了吧！我这三天。你们是不是不想看我直播了？最近有延迟，我不知道啊，我有延迟吗？延迟五秒钟啊，真的，可能是我手机网的问题吧。怎么已经打过来了？我还没有调整完士气。嗨，你今天是走这种暗示的路线吗？我今天是走就是性感主播的路线，啊，就是性感主播了。哦，没有，就是单纯的，就是穿了一条衬衫，然后这条纽扣然后故意剪坏掉两个纽扣是吗？就没有，就是他就是这一个坏掉了，然后他就只能这样子穿。哦，好的，故意。行，那我们今天怎么玩呢？你说吧。我说。远哥在吗？嗯，他不在，他今天很累，工作。那你今天输的话就把这个项链戴在鼻子上，跳个那个新印度舞吧。就是这样子，那个扭脖子的那个。好难过。戴了个项链，我就突然就想到了。好难过呀，姐妹。那你今天你就。那你今天输了，你跳印度舞。你输了，跳一个街舞。我街舞是真的不会耶，我街舞是真的不会。那你输了，给我跳个很辣的那种。辣不行，我最近被管得很严，我最近就是他官方就是不让我跳舞，你知道吗？那就印度舞吧，那也一样。那我也印度舞吧。行。对。嗯。好的，那我们就是。就闭麦了，我们过程。突兀。好。好。对。你怎么这么有灵感吗？不到这个。我就看到他戴的那个项链，我就突然想起来了那个《西游记》里边的那个跳印度舞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玉兔精还是什么？谢谢小星星，谢谢小星星。我什么时候播的？我今天播的比较晚，我今天10点钟播的。10:20播的，对，才播了20分钟，现在我真的有点害怕，因为我最近问了一下，就有人就是跟我私信，他就说，因为他现在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不会被封，就是那些女的为什么不会封，因为他们是舞蹈主播，就他们是有认证的，所以他们跳舞是不会被封的。然后因为我就是聊天主播，他们让我去申请一个舞蹈主播，我就不会被封了。但是申请这个，我得每个月给你们跳4场舞，然后就是我每个月都得有跳舞的内容。你说直播还是什么？就是直播，我得有跳舞的内容，而且我还得需要一个3分钟的，就是在直播间热舞的一个视频，然后我要上传到他那个认证里边，然后我才可以申请成舞蹈主播。我说那就算了吧，我不申请了。我想说我每个月直播还得给你们跳4场舞，我还必须得跳，我不跳就把我舞蹈主播给我取消认证了。我还得去录一个视频，就是我必须是现在这个直播间的画面，然后我要。他的要求还是不能是那种随意的扭动，就是要流畅有美感，就是有那种编舞的那种热舞。然后我就说算了，我就说为了不被封号，就是搞一个这个也是有点不必。压力太大了，对。那我就报个班好了，我就是学个跳舞再回来好了，我就再去认证那个。对呀，啊，我就想说，那我给他跳，万一我就真的给他跳个舞，我审核不通过，他说我这个不是跳舞。他要说我这个就是随便在那乱扭，那我就更生气。本来没有多生气的，结果他跟我说我这个是在乱扭，我就真的那个火我可能就上来了。我们现在有加成，家人，我们加成一下。哦，你今天可以小播一下，明天大播。对，我今天小播一下。吉他学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是不是
就是几个和弦最近还在学，因为就是我弹吉他现在就主要是有时候呢一个手指会压到两根琴弦，就是发出来的声音比较闷，然后最近在练。他们要偷弹，看到了没有？他刚才虚了一下。今天播到几点？播到11:30吧，11:30或11:30左右。明天再大播一下，明天过生日大播一下。明天大家记得要来哦，今天就小播一下。谢谢小星星，谢谢人气票，谢谢大家。你把他头给压住了。我不压他，他咬我。谢谢小石七的帐篷，我们等一下上，我们6秒钟之后上，6秒钟之后有加成。明天我是必播的，明天跟大家直播过生日。好了，我们加成了，家人两倍，我们就是两倍的时候上，比较容易运筹帷幄一下。谢谢谢谢高司令，谢谢9979，谢谢涵涵，谢谢 Omro， 谢谢大家。我明天过生日，我害怕我会哭出来，然后给我封号，因为我之前有次直播我就哭了，然后他给我警告，他警告我说什么消极，什么内容消极，说我哭了消极，我不知道。谢谢早早的那年夏天。然后我最近就很害怕，我现在就是直播我哭都不敢哭，最近。你看，大家看他咬我。嗯，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嘴。他就是我们不理他的时候，他就可黏我们；我们一理他，他就开始咬人。他就是现在管得很严，连哭都不让哭，连我的泪水都不让流下来。我第二针，我这几天都去打了，这里有疫情，我不敢去。还有3秒钟加成，家人，还有3秒钟加成。谢谢大家的加成，我们还是最后运筹一下吧，最后20秒运筹一下。我不知道，反正我上次就是哭了一下，然后给我警告了，他就说不要传播什么消极的什么负能量之类的还是什么，然后我当时就说算了，我不哭了，我憋着我下播再哭。他们让你笑着哭。笑着哭。是在演电视剧吗？笑着哭，一边流点滴滴流眼泪一边咧着嘴，那也是大可不必。这不是段贵妃的必备技能吗？嗯，在宫里混。还有22秒，家人，还有22秒，我们运筹一下。谢谢女儿的小，谢谢女儿的小泡芙。谢谢，谢谢你的眼，谢谢燕燕。我们还有10秒钟，我们这把赢打好吗？我真的不愿再输了。老婆已经再输，好多天没有打过。谢谢早早，他们上了。不会吧？谢谢小安妮。怎么回事啊，我最近真的没有输过，真的没有赢过。谢谢无语，谢谢大家。他有印度。嗯，我们谢谢无语。等一下我点一下，我点不进去，我点不进去，等一下。谢谢五，谢谢早早，谢谢小十七，谢谢小安妮，谢谢无语，谢谢袁，谢谢女儿小瀑布，谢谢高司令，谢谢9979，谢谢来日方长，谢谢点滴，谢谢大家。打地上了没关系。我们今天小播一下，明天王者出血，王座掉地上了啊！没关系，赢了赢了！哎呀，感谢大家，感谢大家众筹，谢谢，感谢住的，感谢住的。我们今天男明星真的输一天了，真的很难过。我输了3天了，好吗？我服了，家人，天竺公主。对，我跟你说，我一上播，然后我的 PK 就没有断过，你知道吗？我那一上播 PK 就是我晚上下一个就来了。哇，真的男明星啊，真的没有赢过，你知道吗？我天天就一直被欺负。我也是，我最近就是我感觉我可能是要退出这个行业了。你跳吧，天竺少女还是天竺公主？天竺少女，搜一下。天竺公主，我也不太会跳，是这个吗？对，我不会跳。是这样吗？可以了吗？我真的不太会跳哎。我报个舞蹈班，我再来跟你热舞。我跟你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就不会被封号的方法，嗯，就是你去认证一个舞蹈主播，你就是怎么辣他都不会去封了。别人告诉我，不是现在主播还有认证，就是对主播还是什么？对，就是别人私信给我，他给我发了个链接，
然后他就说，因为有些女生她们不是怎么跳她不会被封嘛，还有就是之前有一个就戴着兔女郎面具跳舞的那个男主播，忘了叫什么，然后他就说，就是你就是去申请一个舞蹈主播，然后你申请你认证成功之后，你在直播间怎么弄他都不会封你。我觉得你是不是要去下载一下反诈骗 APP？ 啊，我被诈骗了吗？我被骗了吗？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东西，我觉得真的吗？那他给我发了个链接耶，那个你点进去，点进去，然后就那个警官来领你，点进去我卡里的钱没了是吗？我正准备认证了，他还让我上传一个三分钟的跳舞视频。那你的？可以吗？他可能是想诱骗我不行，而且他还跟我说，他还上面还有一串简介，他就是说这个跳舞不能是没有意义的扭动，必须要有美感、有节奏，就是有编舞动作的一个不短于三分钟，而且还要在直播间跳舞的一个视频，让我上传上去。说我上传上去之后，我每个月还得就是有四场直播我都要跳舞，如果低于四场，这个认证会给我取消。我就想说还是算了，我就是等到那个等我就是学会跳舞之后再认证这个好了。主要是我感觉你的那个舞真的可以认证的过吗？我觉得应该不会认证的过吧。我觉得我很害怕，就是我当时我在直播间里热舞了四分钟，然后我上传上去，然后那个官方给我提醒说，就是您的这个申请未通过什么之类的，那真的是太打击我的自尊心了。我想说算了，我就想说，我跟你说，啊，我上次我不是999天的时候吗？然后我就跳那个，我就跳小野猫，我的天，我跳到一半，疯了，我跳到一半。给我发提醒说不要，就是什么，就是色情低俗。我也是啊，我天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我真的无语，说我跳成那样都可以，就是被警告色情低俗。我真的我跳成那个样子，哇，我真的无语住了。我就是觉得这个官方，哎，算了，不说他了。年底了，我怕我再被抓个典型。被抓进去一年，到时候像过年之后放，瞬间2023年粉丝连上麦了，很多人淡忘，对，已经成为历史的一个河流里的一颗沙粒。是的，是的。好了，那辛苦了，那我先走喽，拜拜。他们说有延迟，所以有吗？我不知道，你进来呀。好，我每次延迟十几秒，真的吗？那我们下次延迟，提前十几秒上吧。好，感觉这个光今天就打都有点奇怪，这个脸。想和你去叫叫。叫叫。想搂着叫了。你不会叫的，我太理解你了。昏了。你正面。麒麟，我们打不过呀，他不是没播吗？今天，我今天没看到他直播。等一下，我把这个光调暗一点。我的那个平时打光的那个东西没电了，我今天用了一个大灯打光，然后这个大灯有点太亮了，我觉得。他很累，你今天几点起的床？9点。嗯。放屁！你9点起的床？嗯。真的？嗯。我怎么觉得？不是吧，我10点看手机的时候你还在床上。不是，我回去了，回去陪你了。啊？我又回床上陪你了。真的？嗯。你起床干嘛了？就是坐了一会儿，当时一下就醒了，不知道为什么。你坐了一会儿在外面？你就是在马桶上坐了一下，然后就是觉得还有点早，然后就回去睡了。就是又我记得我10点醒了一下，然后我看怎么才10点，然后我就又接着睡了。因为我就是有一次我起床没有看到他，我就是很难过，我就是喊他，然后他就说，我就说你以后就算是醒了，你也不准就是去外面坐着，或者说去忙你的事，你要陪我，等我睡醒了你才可以出房间门。嗯，谁？不认识。然后最近他就很乖，他每次都是就算醒了，他只要不工作，他都是醒了就在房间里，就在床上陪我，陪到我醒他才可以走。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
我是今天起的比较，我今天起的早，我今天12点就起了，11点半。欣赏老婆的睡意。我昨天睡的挺早的吧？我昨天几点睡的？昨天很晚。虽然我3点多，虽然我剪视频对吧？昨天，虽然我剪视频剪的比较晚。就是他之前剪了一版本不是很满意，重新剪了。我又剪了一版本，然后我现在觉得我现在剪的也一般，我觉得我可能需要提升一下我的技能。我可以去学一下怎么用 PR， 因为这个手机真的剪得很慢，知道吗？而且手机里边就那几首歌，就是那个剪映，然后我但是我感觉你这个麦克，而且你知道吗？我们用原相机拍的，因为我们没有用相机拍，我们就是用手机的那个相机拍的，然后拍出来，刚开始拍出来，先不连啊，刚开始拍出来特别的高清，然后我们就是剪了一遍也是蛮高清的，虽然损了一下画质。但是我们之后上传到 B 站就很模糊了，不知道为什么。法语连，我们连一下吧。颜色问题，全颜色问题。Hello， 今天是什么什么公主吗？你今天？今天咱们就是怎么？你们是不是也看过《甄嬛传》？看过。他前段时间天天吃饭的时候看。对。他们说你可喜欢研究《甄嬛传》了。对，我那相信你对于就是咱们的甄嬛跳那个惊鸿舞那一段，就是一定很不陌生了，是不是？我很陌生，我非常的陌生。没关系，你的陌生也没有关系，咱们是导演，咱们有台本。这样，如果我说的话，我就是沈眉庄和甄嬛，你们两个是皇上和陶心墨。如果就是你赢了，咱们就是反过来，不是我赢了就反过来。还说什么诺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赢的话，就是我们赢的话就是你跳，你赢的话就是我们跳，对吧？对。但沈眉庄不是弹琴的那个吗？对，咱们就是文武双全。哦，好的。但我不知道台词。不，没有台词，你没有台词，我们都没有台词。好，好，你们有台词，你们有台词。我没有台词呀，我就是直接开始跳了呀，他就开始弹了呀，然后唱歌的是蔡玲珑 啊。但是皇上和曹金墨是有台词，就是咱们一开始抽一个签儿，然后抽到以后就是甄嬛就惊鸿舞，然后在皇上就说开始吧，嬛嬛，然后我知道这个，就舞起来啊，我想起来了，对，你就这个吧，好的，这是我自己想玩的，那怎么办？怎么办？就气死你们，好，那我们看，那我们闭麦拉票了，好。家人们，我们能首胜一把吗？我们能首胜一把吗？真的是打得我有点想下播了，已经。我们60秒加成挑战了，没事，危险吗？小爆一下，我们小爆一下，他看不见的，我们在底下爆。我投自己的头。可以，我们要对面跳，我们小胜一把吧，我们。小胜一把，我们就是浅胜一把，首胜一把。我们好像和他打没有赢过，赢过吗？我们就第一天赢过一把，然后就一直在输。我们最近就是一直在输，你知道为什么？老被偷塔。我们加成一下，家人，我们加成一下。我们今天首胜一把，满足我的心愿好吗？我生日前一天的一个小小心愿，希望能胜一下下。对。还有道具，是的。我们这把赢了干嘛？我们这把赢了就亲亲好了。他还有古筝啊，妈耶！我们还有5秒钟加成，我跳我会被封的，我太辣了。赢了肚皮舞是一定会被封的。我们加成一下，家人，我们54秒加成一下。今天没有吃饺子，什么今天没有吃饺子？这样子，我赢了，我跳惊鸿舞，好吧？我赢了，我就是我们单独的跳。他当高管，我看你是想让我们的耗子没有。谢谢小星星，谢谢小星星。我们加成的时候上一下，加成的时候是2倍，现在25秒。我感觉我们的输了印度，都比较实在，他们不偷塔。我们还是2倍，我们还是双倍。都很实在，从来不偷塔。我们都很乖的，我们家。但是我想让你们不乖一点，平时乖就可以了。上票的时候不乖一点，
给我一个惊喜好吗？给我一个偷塔的惊喜。就前面可以就是不用。糖果挑战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好多人说糖果挑战。我等会搜一下糖果挑战。好，我们赢了糖果挑战。嗯。阿努比斯，我昨天看了那个样子对吧？阿努比斯，这样子。阿努比斯摇，我还想拍呢，最近。谢谢关注。就是这个两个人就是一起吃两头，最后吃到中间那种。是吗？对，但是那就肯定会被封的呀，就这个。哦，这个好像不能播这个东西。嗯。喂。谢谢小石头，谢谢小石头。哎，有一滴酒，还有十，对，还有13秒，再还有13秒。大家听过这首歌吗？有一滴酒天长。为啥？还有5秒钟，还有5秒钟，这首歌太慢了，现在比较紧张。啊，我们手胜了一把，真的不容易，谢谢大家。我们看到跳金红舞。我们谢谢小石头，谢谢女儿小泡芙，哇，前五名的头像都一样。谢谢小石头，谢谢女儿小泡芙，谢谢断饼，我爱画饼，谢谢世界第二甜，谢谢早早，谢谢挺皮，谢谢奥米柔，谢谢 Daydream， 谢谢摩托车后座，谢谢丫丫弟，谢谢大家。喂，我们什么台词来着？我放个歌，好像 Hello。我有歌。好像是，你是曹琴墨，你要先抽个签，是谁是曹？你是你先给我一个签，然后我再递过。啊，我这样子，是我记得是藏在手里的，就是本来我抽的是这个，对对对，然后我就是趁你不注意，然后我就是把手里的签我给他，我说，甄嬛奏惊鸿舞一曲。真的吗？然后这时候我是沈眉庄，嗯。臣妾不如妹妹善文武技，不如让我伴曲可好？可以。然后你不是应该拒绝一下吗？你要先预拒绝一下。那么有拒绝吗？有，你要先拒绝。然后你要说，你说凭借舞姿卑贱不入圣目。哦，对对对，还望皇上三思。不入，对对对。然后就是你执意要求，对，详细台词我记不住了，我没你看，没给你看明白。然后咱们就是一番推迟，你欲迎还拒之后，就是我不得不上。对对，然后我就说，甄嬛这惊鸿舞本就是京中女子人人可舞一曲的，哪有什么不能舞的道理呢？就是这样子。莫不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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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我们就是纯元皇后什么不如纯元皇后舞姿精妙？对对，不如纯元皇后也是理所应当，只是现在温宜生日，甄嬛何不尽兴为大家舞一曲呢，是吧？然后曹琴墨就环顾一下四周。对，然后就是沈眉庄就出来了，臣妾不如妹妹善文舞姿，但可演奏一曲。好，然后我们的主题就嗯。你怎么这么懂？那我看了很多遍了已经。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然后就来给他拉了个手，快上来，快上来，快起来。嫔妾叫什么？叫什么？嫔妾什么来着？嫔妾惶恐。嫔妾好像没有。然后我记得果郡王就来了，然后反正你就上来了，然后你就惊艳了所有人，然后你就是重获圣恩。
咱们在网络上就是一整个就是一个疯疯癫癫，现实中唯唯诺诺，直播间里重拳出击是吧？对，我们就是一整个就是疯癫形象，就是简直就是可以的。好的好的，辛苦了辛苦了，好，辛苦你了辛苦你了，辛苦了辛苦了，好，累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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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真的，我把这个移一下，高一点。对呀、啊，我今天有点，稍微有点困，家人们。对他今天想早点睡。对、就是。但是我们会早点睡吗？会的。我问他什么主播，他是什么主播啊？他是舞蹈主播吗？我没有水袖，只有围巾。睡了，我们今天小播一下，明天在王者出击。明天在王者出击。我们打得过他吗？我记得他每一把都很厉害，我记得。杨幂是他。我。不是，他这个跳舞是有分种类的，就是跳这种舞是不会被封的，会封的都是那种性暗示的舞，就像我之前不是发了个视频嘛，就是跳那个扭的那种舞，然后还蹲下了，然后那种舞就是顶胯的那种就不行，就是很容易被封，然后他这种是可以的。对，我们打不过就不打了，我们今天刚好早点睡觉。弘扬传统文化。嗯，我们下了，我们准备下了，等一下我用纸擦一下。嗯，对，明天，哎，我们今天是不是赢了要说要糖果挑战呢？可是我们家有糖吗？嗯，糖果挑战是不是要准备很多种不一样的糖，对吧？明晚见，明晚王者出击，明晚糖果挑战，明晚我们就把糖买回来，糖果挑战。小破站呢、啊？真的吗？你们要看吗？小破站也发不上去吧？我觉得可以打码吧。嗯，好的，好的。明天几点播？明天九点半吧。九点半吧，早一点播。十点也可以，九点半早一点。你画的九点半，早点。九点半的饼估计肯定都是十点实现的。不会的，我今天九点半必播。镜头外，好的。明天早点播，我也觉得很多都发了，那我也发一个吧。他过生日就是有朋友送给他礼物，嗯，还有就是有，对，有粉丝送了我很多礼物，我准备明天录个开箱视频，我录个开箱的视频吧，然后我就不在直播间里开了，因为就是这些礼物还有些没有寄到的，因为本来是我就听，就是听那个吴语姐姐说本来就是她粉丝寄了两个大箱子，然后一个大箱子到了，另一个大箱子因为不知道谁寄了有电池的东西在里面，走不了空运，四个大箱子，六个，两个小的，四个大的、嗯、就是有那个，所以有几个箱子被扣在机场了，只能走陆运，可能要过几天到，然后我就想的是我到时候一块拍一个那种开箱的视频好了。对，还是你们想让我先拆一部分，先拆一部分，我觉得没有那种惊喜的感觉了，就是生日之后一起开箱吧，我想就等到了一起开箱。 嗯， 六个箱子、啊、家人们给我们这样截个图，截个图发出来，然后我存一下。不行，我现在嘴巴笑不了。嗯，补一下，不让你们看。家人们截图了吗？就是我俩，就是头贴着头这种截图，截图，截图。晚安。不要。他公众号叫什么？他公众号叫卢比肯河。他公众号叫卢比肯河。我涂了，我昨天涂了两层唇膜，我不知道为什么。卢比肯河，公众号叫卢比肯河。嗯嗯，怎么了？
明天见吧，明天我们大播一下，明天王者出击，今天就小播一下，今天小小播一下，明天王者出击，明天见。今天让老婆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明天可以王者出击。拜拜。